钟丽缇携小女儿热舞，13岁考拉身高超妈妈，颜值颇高，太像生父颜征。3月13日，钟丽缇分享了最小的女儿一起拍摄的跳舞视频，自称和比自己小39岁的女儿是姐妹花，不过确实是闺蜜既视感。女儿的身高已经超过了妈妈，但是比妈妈看起来瘦很多，或许是因为钟丽缇的骨架比较大，女儿的骨架小，所以母女俩的体型差异非常大，一个是丰腴美，一个是骨感美。钟丽缇今年已经52岁，但是状态和心态都还非常年轻，长发乌黑亮丽，穿着打扮也非常时尚大胆，和女儿完全能玩在一块儿。以下是母女俩的动态跳舞视频，钟丽缇跳得比女儿更投入，也更妩媚。1999年，她被杂志 FM 评为亚洲最性感女神，可谓当之无愧。相比于妈妈大幅度的扭胯动作，小考拉则显得比较内敛，但是并不影响她的美。网友们纷纷大赞小考拉好漂亮，这无疑是钟丽缇三个女儿中的颜值担当。